亲坐在岸边，比较漂亮的。这个是竹节蛏子的，这个是毛蚬子的，这是毛蚬。这个是天津锅的香螺、玉螺，这些都是石壳，这些都是石壳。然后这些是海蛎子，这是海蛎子。这有一个腊螺，咱们先捡着吧，好歹也算开张了。在这儿啊，腊螺，在这块石头下面，咱们整出来了一只，把它的钳子弄掉了。这么小的咱们不要啊。这是一个赤甲猴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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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儿来了一个。哎，别走了别走了，哎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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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哎，你还走吗？别夹我啊，别夹我，别夹我，来，我给你制服他。呀，软壳货啊，钳子都掉了。在这儿啊，这只螃蟹两个钳子都掉了，在这儿呢，还跑还跑，两只钳子都掉了，刚才在追逐的过程中，在这儿呢，看到没？看到了吧，在这儿，小的跑得还快呢。再见吧，再见，再见。这儿啊，这儿有一只螃蟹，不知道是活的是死的，咱拿下看看啊，还不动，那就是死的了。哎，活的。哎，抓住了啊，抓住了！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第二只，这边上这几个，这几个是海螺，海螺像长这么大，太小了，看着没？这三个是小海螺，这不是腊螺，腊螺长这么大，咱们可以留着。海螺这么大咱们就不要了。小伙伴们，大家看一下区别，右面就是腊螺，左面呢这个就是海螺。海螺的上面这个斑点比较小，然后腊螺长这么大就已经是最大的了，海螺长这么小咱们就不能要，不能要这种螃蟹，咱们就不要了啊，这种螃蟹咱们不要。再见再见。今天腊螺都上了，今天腊螺都上了，就是腊螺。哇，两个在这儿啊。哎呦，终于找到了。看海螺啊，终于找到了。很漂亮啊，白的，当当，哇啊，来了一个，看着看着，哇，浪浪浪，在这儿，哎呦，哇，看啊，这个，这是一个海螺啊，这叫盘螺。哎，这儿这儿这儿，这儿有一个，哦，又来一个，哇，哦，出血了，出血了。在这儿啊，海老鼠，扔掉扔掉，这儿有一个海螺啊，咱们翻石头翻出来的，等等，太大了，大到我想把你扔掉，再见。一只死的，一只活的，这只太大了，太大了，走吧走吧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再见